Hello， 大家好，前两天大家艾特我看楚英教授关于丁克话题的一个视频，其实我自己也刷到了，就抖音的热门视频能刷不到吗？就很多时候我们女性耳朵边上就会被一种声音充斥，不知不觉的被这个声音影响，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个声音多对多正确，认可的人多多，而是跟这个人就是说不同观点的声音发不出来。就比如我最近就抖音上的视频本来就更新的少，十天一条了，然后其中两条限流，一条还被删除了。 B 站就是被限流快一年了，就四个月我就到了十万粉，一年后还是十万。视频从那个早期的几十万的浏览到被举报删掉一个视频后，就一直现在的几千。我提这个呢，希望大家要知道，就是男女之间的舆论天平从来不是对等的。你们看一下各个视频平台上，就是把女人当东西一样对待的物化女性，大龄剩女羞辱，容貌身材羞辱，荡妇羞辱，把女人当作一头羊一样用舆论往婚姻里驱赶，往那个被动生育的路上驱赶的男性视频博主有多少？而且他们的视频往往都是热门，传播的速度更广更快。对于了解了这些就是背后隐藏的游戏规则后，女孩子们尤其要清醒，要学会独立思考，学会质疑，凡事都想想为什么。那些源头上就不给你说话的机会，靠限制一方而胜出的声音不但不可信，其背后的动机更加需要警惕。楚英教授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我也是自从认识了他之后才理解了 Peter 以前调侃我这个身上保留了很多农村习惯的农村人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人从农村里带出来，但是你很难把农村从一个人身上带出来。我看就是楚英教授的视频也产生了类似就是 Peter 当初的感慨，就感慨一个人就读再多的书，拿再高的学历，名片上的头衔再多，他的思想他的认知一样可以跨不过他们村的那道田埂，摆脱不了这个根深蒂固狭隘的小农思想。我要反驳的是楚教授关于丁克视频这样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在丁克话题中很普遍，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就是男女双方说好了一起丁克，最后到了四十几岁男人反悔想要生孩子，而女人已经不能生了，最后女方要腾地方给能生的女人。后面这句话是楚英教授的原话。你看谈一个教授跟网上那些有传宗接代焦虑的社会基层男性一样，在利用当下女性大多为婚姻里的弱者，掌握了女性害怕被抛弃的心理，在制造生育焦虑。且不说两性关系中无论是分手还是离婚，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不再相爱，不想再和对方在一起，任何借口和理由都只是表象，是因为我不爱你，我想离开你，才会认为你不生就生不了孩子是问题，不可能是倒过来的，因为你生不了孩子我才不爱你才要离开你。当然男人一直是这样 PUA 甩锅的，很多女人都愿意这样想，因为比起对方是有原因的不爱自己，这个逻辑后面是如果没有这个原因他还是会爱自己的，这就是女人悲剧命运的症结所在，就是活在自己编织的幻想中，对真实的人性和生活一无所知，不能生孩子打个几百针要生，不生老公就不爱我了，没生儿子拼命的要生，生了老公就爱我了，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爱自己，怎么可能会就是遇到一个有爱然后并且能爱自己的人。他像需要工具那样需要你，需要你的子宫，那不是爱，真正的爱哪怕你没有子宫都会爱你的。不行的话你们再观察一下身边有多少女人因为男人不能生育而离开的。总之夫妻分道扬镳呢跟有没有孩子根本扯不上就是说等号，你们看一下那些出轨离婚的夫妻当中有几个没有孩子的，你生再多的孩子男人中间也有可能就找其他女人生孩子的。而且根据我的观察，丁克离婚的概率是远低于有孩子的，毕竟就是没有孩子两个人就是谈恋爱的状态，恋爱的时光怎么样说就是比柴米油盐尿不湿的婚姻压力要小要简单美好一些吧。无论什么形式的良性结合呢，变化都是存在的，对抗变化呢不是把安全感寄托在他人身上，而是不断强化自己面对变化的能力。如果是一个经济精神独立有自己生活的女性，中年一个人渣离开你，而且还没有孩子拖累你，不要开香槟庆祝吧，别忘记这个医院的病床上都是老太就是照顾老头的，甩掉一个拖油瓶跟着姐妹们跳广场舞不香吗？至于两个人就丁克将来没有孩子会可怜等等，有这样想法的人他轮不到可怜你，因为他都不用等到老，当下就已经活得很可怜了。总之一切就是散播那个养老院恐吓丁克无名化呢，大都来自一群有生殖焦虑的男性，这群人呢就普遍把生孩子呢看作是一件一本万利的事情，毕竟呢生育成本只要贡献一颗精子就可以达到那个世俗成功人士的标准，这类人呢也从不认为有了孩子自己需要做出什么牺牲，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牺牲，他们大多没有自己的生活，也没有生活质量可言，对未来充满恐惧，所以才会把这个自身焦虑呢投射到网络上散播焦虑，渴望找个女人结婚生育，渴望从女人身上建设开展自己的生活，给未来带来一些确定性。而那些有自己生活有个人生活质量有责任心的男性呢，往往对生育呢更加谨慎，丁克男也是以这类男性为主，因为这类有责任心的男性呢，对于生育呢，他会考虑到自己需要夜里起来给孩子喂奶、换尿布，要去请假照顾身边的孩子，要去上下放学去接，要考虑学区房，要对孩子的教育未来负责任的。而承担责任是痛苦的，有承担责任意识的人，永远不会主动去找一份责任来承担的。而脑子里根本没有责任这个意识，自身也不具备承担责任能力的男性，就会抱着那个空手套白狼的心态，骗到就是赚到，连哄带骗孩子生出来之后再当那个甩手掌柜。你们看一下这样的男性在我们身边，尤其是继承环境里。是不是比比皆是最后希望那些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的人不要被其他人的声音绑架，做对你们当下生活最优的决定，并且能为此负责任就可以了。你们当下过得好，未来就是你们当下一点一滴的好生活往前推动的，生活永远不会辜负那些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有勇气坚定执行的人。好，感谢大家耐心观看，那么今天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希望评论点赞和分享，谢谢，下次见，拜拜。